最后那边，真怪不了。说什么我没看 KD，我坐那个位置，你那个是边，最多都对，是我没想过问啊。你，如是不果是不抽填，到很拧远？如果是抽很拧远，要有意识到 KDF 刚刚在这边。上来的时候有，我当然知道 KDF 在这里啊。因为没圈有啊边还没，Teddy，有，那里我们好还没像确有定圈点。边屁股还没有清完呢、没有没有啊。，Teddy 那边好像有点不小心啊，我是有感觉到，就是他好像你有遗忘掉下面那一队，对不对，Teddy？没有啊，因为左你边好有踩人啊，得很我出知道去，啊，没你踩有，得你左踩边得很卡不出到我，去，没有，左边打不到我，bro 兄弟是吗？你后面那时，KDF 候，打不到我一点他没有，KDF 那时打候，不到我一他点，们我在说抽那个人的时 KDF 好像候。还在你左下的时候，你还直接再踩过去，然后踩很深，然后看了一眼，看到他们车，然后又我以跑为回你来。说你那时候坐厕所，我以为你说那个人的旁边厕所有人，我当然知哦，道我进你了。对，我知道的，我踩出去，他打不到我 KDF，我根本都看他，我根本都看不到他，代表他根本看不到我吧？我左边那个坡，他根本都打不到我。我不是左边往左边看的时候，我不是Teddy 有个抽人实的时景。候，确实 KDF 打不到他，只是对啊，有可能会吃雷啊，我觉得你那个位置有也可很能啊，难，抽人是可以，可不能是。这样。可能抽太远了，那不还轻点还没屁股还没弄完，可能要不要看一下先还是怎样？有，我叫了，我也不懂，我哎呀，跟我也 Teddy 是讲的时有候，错啊，我就只是看到我的回脑来，袋对啊，手。跟我讲啊，我看 KDF 啊，对啊，我觉得两个人都有一点点问题啊，这时候。虽然对我的啊，责那任比较看里他的全边那个左边，我还直接好，我出这了里手防网不两了个，点啊，我太。我这里要怎样防？我这样怎样防？我自己只能听脚步啊，要防应该是你要防啊，彼得，你是舔包舔太久了。你也没有提醒我，我也没有提醒我们要防点点。哎呀，我们都有意识点啊，全管啊，我们都有提醒。人全管啊，一起全啊，管主要吧。是你我舔看包，到那啊，狗彼得，杂，我你还舔想包用你舔来太捡久呢，啊，是不是？你对你舔包舔太久，如果你没舔那个狗杂，你都一直你都会跟我说你去旁边买怎么样的。那狗杂太香主要了。是你还捡，主要是你还捡那个大炮，你还舔那个配件，舔很久欸，其实这样舔的话会舔很久。要么你舔就了舔一个个狗七杂八就秒走吗？了，啊，七八秒就很久了。要给么这就边捡摸个进狗来杂就了，走哎呦，了。KDF 三我跟分彼得出那局正常，里，哎，有点尴尬了，我真的有点尴尬。尴尬，那你怪不很了一尴点尬，啊，我我知真道，的我觉知得道。只能说尴没有，我尬，不懂，真那的时是候我脚不步懂，真的挺高那时定候我啊，不真的懂。挺高定。那时候。我们两个只能打自己的吧，嘞，那时候只能看反应吧，看如果我你打应赢该就跟没我事也是啊，会被逼我打，对啊，你打赢的话。我觉得结局挺好的嘞，如果我打输，那独狼更惨的结局。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个结局蛮好一点的。现对啊，在真的，没台有铭尴可能尬那边吧？如果慢一点点的话，如果他慢下没有，来因为的彼得话，一他直不报要位啊，停彼得在那里。跟我说在哪里，我说 OK，因为我听到脚步，我听到后面有脚步，我听到彼得的位，他跟我因为很近啊脚步，然后如果突他然不轮到你，我我一不踩小上心去，你就死掉。他跟我说，哎，我旁边有人。我一踩上去，他就跟我是说那他旁边边，有人啊，真的是有点尴也是尬，打个人的我这地时候有啦。点。